是人家帮他开的，是机构的。因为这个钥匙可能还是有当初房子装修，我还特地去请我台北中华公路五段那边的钥匙店，把他带到这边来，把两副钥匙都换掉。啊，所以有很多，我本来要他装监视器，后来想想，可能不算是吧。哦，他不管钥匙，他是几年了没有松，他怎么会开不开？今天真的是很奇怪。我那天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我开车去金字塔，竟然发现机构的引擎要说机构的时候引擎关不掉。不要熄火。就不要让我熄火啊！我现在想说，是不是我遥控器没有电？他熄火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关。